回答一开始球速是有力的，这一个外角球哇穿了，那是林凯威说我打回来，哇他这个连着两天哦，实际上要算的话是连着两天他都有在第一个打席就敲安打。今天的游击手呢是回归军的林晨飞啊，打的位置好，用推打的一个方式刚好就在三游之间穿过去。对，没有说刻意的要去拉回来，就是做这样子的战术思维。哎，怎么出棒、哦、棒子有没有出，有出棒、嗯、好，那是三振，不过一垒上的跑者起跑，这个球是因为挖地挖，对，那这样要看是不是补益的关系。哦，还是掉到，哇不过真的下坠的幅度太高、嗯、太大了、哦、所以李凯威又推进一个垒包，两次的推进都是爆头。哎、啊、那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球路比较不足。哦呦，只有这个球打了一个平飞球没接到，那这样子要得分了，那这样是一支安打。最后的时刻啊，来一轮还是决定想要拼一下。打了一个平飞球，蛮积极就出棒、哦、那打的真的是也蛮强的。来一轮最后一刻想要去拼看看啊，还是先落地了、哦、这个球来一轮真的不好接、哦、因为打的比较平、哦、相对的如果说你要去拼这一颗球的话，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。那如果假设没有扑到